女人聊到好男人，只需六个小技巧。女人遇到那个令她心动的男人时，渴望拥有爱，却又小心翼翼窥探他的内心，像只惊慌的兔子，不敢轻举妄动。爱情就像太阳一样，不断散发着温暖，吸引着女人靠近他、追逐他，以免惊乱了他的心，同时与他擦肩而过。女人追求男人时，不必过于张扬，而是需要靠吸。好的爱情需要通过智慧去争取，以柔克刚，四两拨千斤，像一块磁铁一样去吸引他，让他忍不住接近他、靠近他。女人过于急躁、莽撞的行为不但会让女人掉价，而且还会错失真爱。女人在追求男人时，不要过于急躁，而是应该文火慢炖，才能熬制出一碗鲜美的爱情高汤，提升自己，并且细细地洞察男人的内心。罗兰曾经说过，如果你爱一个人，先要使自己现在或将来100%的值得他爱。至于他爱不爱你，那是他的事。你可以如此希望，但不必勉强去追求。狄更斯说，成熟的爱情静谧忠心，并不轻易表现出来。他的声音是低的，他是谦逊的、退让的、潜伏的，等待了又等待。爱情需要争取，情商需要修炼。男人撩女人是寂寞爱欲，女人撩男人是暧昧喜欢。女人撩你的时候，她会用言语试探，借用各种理由，并且委婉表达喜欢，看男人是否接受，这样才能决定下一步的追求。女人撩到好男人只需要六个小技巧，不妨看一看，或者能够成就你的一段姻缘呢。第一个小技巧，礼物一定要走心，才能打动他的心。在特殊的节日里赠送一些暖心的礼物，花心思打量他的所需，打量他的喜好，打量他的爱好，投其所好，才能深得欢心。第二个小技巧，尝试和他的朋友成为朋友，打入他的社交圈，制造更多相聚的机会，既不尴尬，也不会让彼此过于局促，待时机成熟再主动靠近他。第三个小技巧，女人越弱越容易征服男人对她的保护欲，在需要危险挫折时，女人可以让她陪伴自己。女人的眼泪挫折有时也是攻克男人心的方式之一。第四个小技巧，晚上男人的大脑比较感性和情绪化，更容易被煽动性的语言攻克，在夜深人静时找她谈谈心，可以直白地表达思念之情。第五个小技巧，男人的骨子里都有一个英雄梦，他渴望得到认可，得到自我价值的体现，不吝啬赞美，美好的言语可以让男人心花怒放。所以女人攻心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会发掘男人的优点，然后去赞美他。第六个小技巧，女人撒娇有时能给予男人一个台阶，有时能给予爱情一个回旋的余地，有时能保护男人的尊严和面子。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，会撒娇的女人总能掐准男人内心的七寸，会撒娇的女人往往会让男人俯首称臣。